这是断肠草制的药丸，三日之内与我成亲，我便将解药给你。你个逆子，丢脸丢大了，晓得不？你定的亲不靠谱，还不允许我换人啊！左右都是他下家之人，有什么差别？差别大了，爹都不是一个爹，我又不是娶他爹。 你要娶哪个都是扯淡，人家夏家把你跟帖都退了，老子是没得脸在上门求亲了。不劳你操心，三日内我定让夏雨冰乖乖的嫁给我。哈哈哈哈，亏日子，你好大的口气噻！你的宝贝小本本儿就暂时压着我这儿，三日之内我要是看不到儿媳妇，你的小本本儿就莫想再看到。 武功都是老子从小手把手教的，想打得过老子，你还愣着点噻？你个老东西！沙漏里的沙子就是你的性命。虽说造物主给了你重生的机会。 但他也是个新手，造的这个世界并不稳定。你这个主角生命值也不高，随时会面临着死亡的危险。如果说你的故事够精彩，那你就会获得更多的筹码，就能保住你的小命，还能改变这个世界。那我这还能活多久啊？一个月。啊！当务之急就是你赶紧去赚钱，为自己续命。 钱赚的越多，沙子就越多，沙子越多，你活的就越久。你的意思是拿钱赌命啊？作为一个专业、合格而又聪明的 NPC， 结合系统大数据分析的结论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是的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哦，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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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不是那个怪人让我复活两次，我也不会把你们卖掉，我的宝贝们。哎，这些应该过活几天了。哎呀，几天也不够啊！钱赚的越多，沙子就越多，沙子越多，你活的就越久。赚钱的办法不是没有，你看这个五月初六的美食庆典，你的长姐夏柳青会去卖她做的奶酥，如果你能帮她拿第一，这钱不就赚到了吗？五月初六，今天就是五月初六了，发财机会来了。柳青姑娘到哪儿了？哎，放心吧，少爷，马上就到了。小的已经买通了夏府看门的老张，刚才报信来说夏府的大老爷不在府中，柳青小姐已经偷偷出门了。干不错，走。哎，是。看来还是得用紫妍兄之前教我的法子帮帮母亲，要不他赚到钱了，心情好了，就回来找我了。兵王，励志兵王，书呢？兵王嘞，来看啊，励志兵王。哎，姑娘，看一看呀。老板，来个兵碗。好嘞，挑一个。秘制冰丸，秘制冰丸，五两银子，你抢钱啊！天气这般炎热，我们炎炎楼的冰丸乃是受庆典指定，特供贵人们享用，价格昂贵，没钱勿扰啊。冰丸，秘制冰丸嘞！哼，不出三日，保管你乖乖来找。掌柜的，我要三两茯苓和一两二钱的太子参。好的。这多少钱呀？茯苓一两十八文，太子参一两六十文，三两茯苓一两二钱，太子参十八六十。总共一百万。少爷，是一百二十六文。你说你看诊的时候挺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一算钱就不灵了呢？实在不行，你扒拉扒拉算盘也成啊。又损失了二十六文，老爷回来可怎么交代呢？
老头跑哪去了？广场的美食庆典。把我丢在这看店，自己去玩了？老爷说。喂儿子，昨晚给老子比武输了就愿赌服输，你给老子好好看店哈，老子去庆典上挑个儿媳妇。臭老头子，老不正经。夏雨冰呢？他去哪儿了？有人说在庆典广场看到他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也没问呢。不来找我，跑去庆典广场，真是不要命。帮我看店。哦。静嬷嬷，静嬷嬷，谁才是这世上最好看的人呢？是你呀、啊，你就是这世上最好看，一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美人儿。表哥，你与三妹已有了婚约，怎么能倾心于我呢？唉，旭公子，我们两个注定无缘，你又何必再苦苦追寻呢？叶公子请自重啊，哼，小女子怎可私定终身呢？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干什么？二小姐，慌慌张张的。二小姐不好了，大小姐她不好了。跑了？嗯，她不是私自做奶酥被爹罚跪在祠堂吗？往哪跑了？广场的美食庆典，据说叶公子和叶老爷也在，是去挑小儿媳妇的。快快替我更衣，这晚了是来不及了，绝对不能让夏柳青得逞。这奶酥能好吃吗？你爱吃是不是？滚。你阿水干嘛呢？公子别急，阿水应该快好了。什么？我能不着急吗？你没看到柳青都快哭了吗？他要是掉一滴眼泪，我扣你一天工钱。他哪哭了？明明是那食客，快别吓哭。你们等会儿进去后啊，各摊位都逛逛，雨露均沾，不要直奔奶酥摊那么明显，一定啊。要扮演的像个纯粹的路人食客，知道吗？阿水，你干嘛呢？叶公子都齐了。我们这是一支专业的团队，入场前都是要培训的，马上就好了。嗯，记住了，夏柳青的奶酥摊子拿不到第一，那叶公子的银子，你们也别想拿到手。哎，谁呀？老爷。老爷。500两。叶公子倒挺大方，还不快滚！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张弟张弟张弟，你来做什么？家里人发现我逃跑了。没有没有，不用担心，我是来帮你的呀，张弟。冒哭耗子。哎呀，我知道那天因为奶酥的事儿害你罚跪祠堂是我的问题，以前帮着夏兰欺负你那也都是我年少无知，我的错，我给你道歉。但是你今天一定要让我帮你，我一定会让你拿第一的。不要，我自己卖得出去。哎，你找死啊？哎，新鲜出炉的奶酥，又香又甜，免费试吃品尝，不贴不要钱，快来尝一尝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还不错。原价10文，现在只要5文，来2份8折，3份7折，多买多优惠。要不要来一份？给我来一份。给我来2份。哎，好嘞。我也要。给我2份。那我也要2份。哎，后面别挤啊！哎呀，张姐，你愣着干嘛？赶紧给人家装奶酥呀！哦。来，你的。来，我的包吧。拿着。姑娘。没想到你这么会做生意啊！
还好吧，也就比长姐厉害那么一点点。那，谢谢了。不客气。那不是夏兰吗？她怎么来了呀？来就来，谁怕谁呀、啊？长姐，你冷静一点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你还想不想拿第一了？再说了，要是被大伯发现你偷跑出来，那你可得完蛋了。哎，我倒是有个办法呢。哎，张姐，等等我！张姐，等等我！谁？他怎么来了？你这时候来贴什么乱呀、啊？张姐，计划有变，我们分头行动。你懂事，我懂了。好，你俩给我站住！哎，这夏雨冰，公子，不要这么粗鲁嘛。小车的女的，没看见就说没看见，撒什么谎？继续追！上茅房，很快就会回来了。我先走了啊！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，长姐？刚才跑的时候没注意。没关系，张姐，别急，庆典还没结束呢。这奶酥还剩多少能卖的呀？就这些了。这些就够了。哎呀，水人呐，那这帮人也忒不靠谱了点儿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哎呀，少说废话，借我50两银子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借你啊？为什么？我能让长姐拿第一，赶紧的。哎，你要办不到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就任你处置。你
你若办不到，你就给我当眼线，行行行，帮我搞定两清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啊！不要辜负我对你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这碗又不亏啊！哎，老板，给我十个冰碗。好嘞。哎，慢着，水果和冰帮我分开装，水果我只要酸甜口的。我就知道你是个叛徒。哎呀，长姐你别着急，且看。天哪，都没食欲了，有冰饮正好消暑。来，好，来，长姐奶酥。嗯，哎，这冰饮酸甜解暑，炎炎楼的冰馆要卖五两银子一个。对呀。哎，嗯，这奶酥味道也不错，我这一两银子花的可真值。对吧？行吗？哎呀，大热天的奶酥吃多了反而腻，小心正好。哎，马上马上啊！这个陆源演的可真好，来，字逼真，不错。花了多少钱？哎，五十两，不多，值了。你个败家子儿！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让你把家败光嘛。去，把那找人演戏的五十两给我要过来。爹，等柳青一会儿赚到钱了，自会还我的。还？五十两不是请人演戏的，是夏家的三小姐买了冰碗和水果做冰饮了，说好的有借有还的。怎么说？这个法子是他自己想出来的。嗯。刚才那些食客，确实不是你们雇佣的。嗯，不是。先是试吃吸引食客，现在又因地制宜用冰饮抬高奶酥售价，整拆零卖薄利多销。看来他并不像市井传闻中的那般蠢的。嗯，古灵精怪要带点狡猾，跟传闻中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人。是个经商的好表子。这个夏雨冰还挺适合给贵儿子当媳妇的。说的在理，是你。我家柳青，这奶酥做的就是好。你爹怎么来了？子言兄，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我爹嘛，此时来考察他的儿媳妇的。哎，你爹怎么也来了？也是来看到儿媳妇的。哎呀，他俩还真是臭味相投。68、69、70，牛乳奶酥和鲜果冰饮。刨去成本50两，盈利20两，在所有摊位中位列第一。太好了，张姐。给你。来，谢谢啊，张姐，这是我们两姐妹一起赚到的钱。嗯，你都拿着吧。哭什么？你真是太好了，你全都给我，我。我们都已经赢了，还怕他做甚？一会儿啊，我上台去领奖，
你呢就先溜回去。他虽然看到你，但没抓到你，所以啊口说无凭。你记得下次看到他躲着他点。我凭什么躲着他呀？带不动啊，带不动。你说什么？啊？炎夏城的各位乡亲，下午好。欢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。我听说你家公子定亲的是那夏家的二小姐，听说你家小子钟情于夏家大小姐。他钟不钟情无关，我相中的儿媳妇是夏家的三小姐。那我就跟你不同了，我家小子一直钟情于夏家的三小姐，所以呢我就把二姑娘的婚给退了，现在就等着三丫头进我家的门了。增进交流，沟通感情，那就各凭本事了。张姐，我觉得咱们还是不能硬碰硬，我们先走吧。我不走，大不了再跪一次祠堂。哎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咱撤吧。不撤，他们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一对我打双。元兄，交给你了。这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把柳青打晕了，我怎么带她走？那我来吧。闪电！坏了，二姐追过来了，不能让她发现长姐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转移她的注意力。叶文照他爹，炎夏城首富叶文。终于来了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叶公子终于看到我痴心一片，让他爹来跟我提亲了。啊，那个，不是跟你提亲。夏柳青。哦，不是，不是的。啊，那是谁？夏雨冰。夏雨冰，对。哎，我儿子也要娶夏雨冰。你儿子好好的婚事搅黄了，还想娶夏家的姑娘，痴心妄想。嘿，你说话啷个啷个雷个噻？啊？你好好说话。那我就好好跟你说。昨天你也看见我儿子跟夏家三丫头有情，众目睽睽下都，哼！你今天还敢来提亲，真是心胸宽广啊！你无耻！你下去！你无耻！你下去！你无耻！你下去！你无耻！你们够了！来人，送客！你无耻！你下去！你无耻！你下去！你无耻！你这你无耻！呸！哎，雪木来了，哎，坐。二伯，老爷让我给您带的新茶，惦着您爱喝。女儿的前程。
就换了一盒新茶。罢了。徐子言成婚当日退婚，惹恼了老爷，必不可跟他们再沾亲。叶家家大业大，与冰表妹就算勉强嫁过去，也不一定能挣个好前程。二伯，晚辈还有一事，我跟雨斌表妹……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可是现如今这处境，你也看见了，在夏家，即便是我夏时的亲生骨肉，我也是说不上话呀。谁呀？我是薛墨。进来吧。老爷，我来给您沏茶。哎，什么老爷，叫大伯便是了。您之前教导过，并非血亲，辈分相隔，还是尊称老爷的好。薛墨啊，你在夏家这么多年，不是血亲，也胜似血亲。更何况，我与你的父母乃生死之交，数年来一直把你当亲生骨肉养在身边，再不叫大伯，可就生分了。大伯说的是。茶叶，给你二伯送过去了。是。他说了什么没有？二伯收到茶叶后，什么也没说。哦。你二伯是庶出，虽然雨冰是他的嫡女，但配叶家也总是高攀了。是。大伯，有一事不知您还记不记得？何事？家父临走前告诉我，说我和雨冰表妹有婚约在身，如今我金榜题名，指代放缺，你看。薛木啊，你可曾记得，你九岁那年父母因罪斩首？过往刑犯的儿女，要么发配边疆，要么流落街头。我是念在旧情的份上，不为留许，与你吃穿，供你读书。如今你金榜题名，你可曾想过这份情义之重？大伯的大恩大德，薛墨莫齿难忘，今后必将涌泉相报。快起来吧，坐。薛墨啊，你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凡事都知道为他人着想，从不给家人添乱。雨冰即便是你二伯家的丫头，却也是我夏府嫡出的小姐，即便是配不得叶家，但总须择良木而栖啊。金榜题名之人，十年未放缺的大有人在，如果你没有个一官半职，那雨冰如何嫁得了你啊？这你可明白？薛墨明白。哎，拿走拿走，就凑这么多了。就这么点儿？哎呀，就这么点了，赶紧给我续上吧。这……哎呀，快点儿！啊，马上就要到我最喜欢的环节了。
摇了，宕机了。什么机？我明白了，你这些钱被当成无效数据打水漂了啊。